你跟骆驼吹什么？哦，骆驼转过来看你了。哇！骆驼听到你在跟他说话。看到北极熊，你以为我们两个都先吃那个菜？他们都表演习惯，都知道哪里有食物，来就先吃了。你总不是吃鱼吗？我怎么会吃菜？哇，那个车子还停在那边呢。那应该也是运气好，才刚好碰到。他们应该不知道。那你来这里啊？那你来这里才看得到。你推往前啊，你推往前就好。他的视线看不到啊。可以吧？你跟熊 say hi 好不好？你跟小熊 say hi 好不好？辛苦你们两个。